不要三心二意，不要太紧张。这么搞的我们家的样子。阿爷坐下底啊！你是徛家还是厝边？你我是隔壁那家，那个我高兴那家。哦，那一间呢？那一间放一起去啊，进去。好像在里面就对了。他自己一个人住啊？对，他一个人住。大概几岁啊？70岁左右。哦，行动有不方便吗？不会。不会啊。阿丁无徛伫家。你有住伫边啊无？我住伫这边。阿姨安怎休息？唔知影。在啊。在啊。听到声吗？听到声。是小妹人住吗？是小妹人住吗？那你住吗？哦，哇，爆炸声就对了。到场救火蛇已经窜出，然后现场有一名妇人受困，他后来我们抢救出就送医了。他的状况怎么样？我们到救出的时候就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。到场大概就是177号这间的火舌都已经窜出，2、3楼的火舌窜出了，然后火势很大，那我们同仁就不省线进去抢救，然后我们云梯车架升梯从户外就是防护大概175跟179那两户这样子。人员在哪里发现的？人员在177的那个一楼发现那个受困的人。對，哦，所以他是本来就在那里的吗？因为一开始听说好像是受困在2楼。因为一开始的情资不清楚，但是说应该是住在2楼，可是我们到现场进去，最后在看的时候是在1楼发现他的。